朋友们，起床嘞，买好豆腐去钓鱼喽！哎，把人的食命是公斤加包银，咱的生命不值钱。今天很早就起床了，现在钓鱼一个都没有。哎，有鱼在跳嘛？信心就有了是吧？啊，外面是大水面哦，就这么大的一个闸口。朋友们，知道今天来这里钓鱼哦，很早就起床了。这地方呢，每天鱼群也不一样哦，找到鱼群就很好钓。咱们先开始找鱼群，今天准备充足啊，海蜈蚣，还有小白虾。哎，没多少水了嘛，挂虾尾。先钓两米深哦，没口的话钓底。我还带了海蜈蚣，这里面还有黑鲷。先在这里钓个半个小时哦，没口的话再慢慢搜索过去哦，每个角落都搜索一下。哦，等了好久，总算有了。哎，上来了！哎，白开心了嘛？哎，还在摇，收点虚线哦。哎呀，摇了好久了啦，还钓不上来。哎，刚才摇了以后，哦，又在摇了，钓不上来的哦。这个杆子线踩住了。那、啊、拖着呢，这跟我用海蜈蚣的、哦、有可能是小鱼了，轻轻提一下，没感觉的呢。什么鱼？啊，有在摇，哎呦，哎也跑了，感觉挺重的嘛，拉上来，像黑鲷。海蜈蚣用半根，一根太长了。好、啊，第四口咬了，这根杆子先把它收掉，裁卸了一会儿。好、啊，现在可以打了。已经咬了一分多钟了，这样钓不上来，说不过去了。嗯、啊，重重重重，哎，手感挺好的嘛。什么鱼？哦，黑鲷，终于打到了，好，终于把你钓上了。原来是胖黑鲷啊，这黑鲷可以啊，明白吗？这么肥。第四口终于把它钓上来了，好、哦，这色泽漂亮。等我打开摄像机，它不咬了呢。刚才一直拖着，轻轻提一下哦，有有有，啊、嗯，重来了，这叫什么？鲈鱼还是黑鲷？哦，线力那么松啊！黑鲷嘛，哎呀，黑鲷的口非常轻啊，哦，正口，五六两都有嘞，正口呢。哦，现在天气冷了，口非常轻啊。以前这里非常多的柴鱼哦，今天一条都没看到。跑哪里去了？其实鲈鱼也能看到的了，什么鱼都没了，都跑不见嘞。嗯，都没有呢。
哦，再有再有，差不多了。哦，中，又是黑鲷，没鲈鱼。今天鲈鱼没有，就是黑鲷。有了有了，我继续咬，口非常清啊，吃点虚线哦，送来了，肯定又是黑鲷，这手感了，谢你啊，滋滋响，又一条，哇！今天鲈鱼没有，黑鲷发财的节奏。这黑鲷漂亮哦，太漂亮了！朋友们，刚才口很好连干，之后等了2个小时，一口都没有。那咱们不守了，今天也玩够了，咱们看一下鱼货回去了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应该够吃了，5条，还不共还剩一点。带回去还能用，这里的黑鲷个头还行哦，5两左右。今天不用加豆腐哦，清蒸红烧就够吃了，难得。很奇怪哦，鲈鱼一口都没有。谢谢观看啊，咱们下次再来搜，拜拜。